我从他一上任，我就苛黑他，我就说我要把柯文哲从神坛上请下来。新年快乐，心想不成，心里想什么最好不要成，否则我们台湾就糟了。市长啊，你必须踏过我的尸体，让我摆在哪里了？从小到大，人家就我绰号王世坚、欧阿坚、王世坚、欧阿坚，所以我们可能是命中注定啊，命中注定他科就是要被我签。柯师傅团队罗斯松啊，哪个是小丑嘛？这才是小丑吧？这是市长该做的吗？我只是执行监督凶一点嘛，他是被上升的时候，他才变得凶恶啊。那大概跟我一样啊，嘿，我是踏上执行台，我才变得凶恶。我相信市民在看到柯市长种种荒诞的行径，心里的愤怒会跟我是一样的，要求我跟林智先道歉。Never, over my dead body， 有这么扯的事情？该被检讨、该被调查的人，他们就闭嘴点点啊！你不敢亮出来，你就乖乖闪到一边去当太监。柯市长，你已经是我们现在、我们台湾、我们国家头号的祸害了。柯文哲最没资格讲什么网军啊，你是网军之父哎，这个就是柯文哲典型的网路现世吧？我不相信一个毫无中心思想、没有核心价值的柯文哲，他敢引用这么正义凛然的话，基本上他就是一个灵魂迷失的家伙了。就是两个字 ，get by 嘛，他干脆搭渡轮去好了、啊。这些其实都不是值钱的东西，但是这个意境，哦，意境是很好的。意境，我对市政准备研究很多了，那对柯文哲的话其实不必，信手拈来哦，啊，我当天就看这样有什么工具，我就送他什么。这是稻草人嘛，哦，不好意思，这个它掉下来了，太阳棒啊，廖伯啊，我们这个木马哦，是让我很精心。龙袍在哪里？送洗以后，好像放在我服务处，明明送的时候新新的嘛，哦。十天以后送来是有一点，汗的味道。那当天他一进来，我是吓到嘛，啊，但是我也很有风度。我个人对你柯文哲没有什么私人恩怨，也没什么好和解的嘛。我头一次跟柯市长握手，握完手以后，哦，我想尿尿。是是，哦，你小心死亡之握，我跟你讲。我走的道路一向都比较遥远、比较孤独的路啦。我就是打马屠龙，现在抓宝，我监督他又吃他的橘子，会拉肚子，所以我没有吃。即便跟前任分手，你也是把东西就是丢掉，没看到，顶多烧掉嘛。啊，怎么会说把前任的东西拿来拍卖？他们民众党有这么缺钱吗？这叫哦五个字的。真心换绝情，突然间说不拍卖了，戛然而止后，所以我有点吓一跳，很高兴看到说柯市长总算踩了刹车后。请问台北农产跟蔬菜价格高涨有什么关系？请你解释清楚。南北菜虫一起串联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提醒柯市长，权力就像魔戒，一戴上去就脱不下来。最差市政成绩，最差市长奖，还加政科市长仅其一面。四年来啊，你请假74天，我想问你说，你私人行程跑去哪里了？是去密会了谁？哦，我没有去汽车旅馆。对了，哦，我没有去汽车旅馆。对了，哦，我没有去汽车旅馆。对了，我想你也不敢呐。要参选总统，那就不要牵拖。定的菜虫当顾问，你这是假北农自重，假北农以令天下。请问台北农产跟蔬菜价格高涨有什么关系？请你解释清楚。南北菜虫一
那就请中央去抓。八个字，台北市政府，天哪，竟然成了他团队的选举农场，对市政资源这么肆无忌惮、巧取豪夺啊，名副其实的敌人够够，我送你龙袍啊！现在行政院的那些政那些部长，哪一个不是选举的？你到底懂不懂这个政务官的制度？那个曾经笑说马英九是贪婪的咕噜的柯文哲，自己也成了咕噜。我把这个魔戒送给你，挂在你办公室，提醒柯市长，权力就像魔戒，一戴上去就脱不下来。四年来啊，你请假74天，我想问你说，你私人行程跑去哪里了？是去密会了谁？哦，我没有去汽车旅馆。对了，哦，我没有去汽车旅馆。对了，哦，我没有去汽车旅馆。对了，我想你也不敢啦。我今天就送你这本《角落生物的生活》，让你好好体会一番嘛。不要搞破坏，可爱又无害。角落生物人人爱，角落政客人人串。柯市府团队虚耗的3年。无所事事，3年1095天，天方夜谭也才1001夜。不是的，你的虚耗不作为，比天方夜谭还离谱耶！你这是典型的恶人先告状，胡说八道，最差市政成绩，最差市长奖，还加政科市长，仅其一面。你柯文哲，你身为首都市长，你是个饭桶就对了，陪吃饭的桶子，就像稻草人，有体无魂，无感。我希望你透过镜子，看看自己的灵魂。胜率是我的速症病人，我从来不避讳这些。个人撞到急诊处，难道都有问他说：“哎，你最重要重不重？”在他内心的深处，他确实是墨绿的。哦，这一点我是相信他。基本上他2个礼拜前拒绝了蓝白合，我觉得他的大方向就是对的，不要跟魔鬼交易。至少你柯文哲男子汉大丈夫，你站出来为你的白色力量那么做一个总结，对白色力量的支持者要有一个交代，这才是对的。所以我相信在他内心的深处，他确实是墨绿的，哦，这一点我是相信他。第一点哦，胜率是我的速症病人，我从来不避讳这一点，因为我是二八下去。问题是哦，如果我当台，我也常常用那个例子，我在台大当地政啊，病人撞到急诊处，难道都有问他说：“阿姨，你最重要够不够？”这也是为什么当年赵小莲要帮忙，我帮他撞结构，连这门动向我们去帮他开刀。阿平有一些身心症，我就帮他看。所以是这样的，我们都有不同的过去，但是我们有共同的现在。那下面一个问题，我们到底要不要走向共同的未来？我这一次你知道，在我那个不分区地有提名，我真的是力排众议。人家说，你怎么会让那个外配入配要进我们的那个安全名单？我说这是一种思想，我们要建立一个共同。我再讲一遍，我们都有不同的过去，问题是我们活在共同的现在。然后下面大家就要思考，我们到底要不要走向共同的未来？谁在攻击？那个都有账号可以查嘛？也许是民进党，要问问王世坚是不是赖清德去借的那一批出来弄，然后要挑拨离间，这个要小心哦。我敢肯定的说，吼。侯友宜先前有没有网军我是不晓得啦，我在想再来他也不会有网军，也不必有网军了，因为侯友宜已经提早下课了嘛。用个清这个妖魔化去，那上面画个妖魔化，这个谁帮谁妖魔化，这都是还不管公关拢给偌心点，你讲何伟上面今晚那个妖魔化，是啊，这么想无啊。我这个郭台铭出来的话，赖清德就躺着选了。所以说这个是难解的习题了，那到底包括这个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说要蓝白合，要怎么合？我这个总召在这边，侯办的组织部的副总召集人
哇，你要怎么喝？可以啊，我们很简单嘛，就是说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了、嗯。那如果能凝聚成三合土，我们也都不会排除。哦，他也是为了选举变回国民党那个老大哥，就是喜欢抹黑攻击。抹黑攻击，你个攻击国民党来不动啊？你说网军，你刚刚讲的、啊、用网军攻击柯比，我要劝清德兄啊，2019年3月18你登记挑战蔡英文初选，你就是被民进党的网军共干啊狗啊，说总统不要用你的网军攻击我。如果你今天再向民进党借用这些网军来攻击柯比，安尼吼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安尼我也看你无去用。就是侯友宜进办公室用高层，就是用网军，高层有网军买网军来攻击他，然后还骚扰他。没有网军的高层不会做这种事啊，我很清楚了，我可以保证嘛。那如果有的话，就看是谁在攻击，那个都有账号可以查嘛。也许是民进党，要问王世坚是不是赖清德去借的那一批出来弄，然后要挑拨离间，这个要小心哦。我敢肯定的说吼，侯友宜先前有没有网军我是不晓得啦，我在想再来他也不会有网军，也不必有网军的，因为侯友宜已经提早下课了。民调上升还会变成提早下课？啊，那你刚才在说科比没病，你不用在说假的。民调当然也会上升啦，没错，在你们团结大会之后，可是那个也是四个字嘛，回光返照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呐，吼！啊，这个世间遐，家己过好好势。你唔通安尼想讲你温痛的，啊凉凉两股时，啊出来拍拍走。我甲你讲，罗清钓我有哪会陪伴伊南到北，行到倒我有哪会对到倒？那有一天你被民进党开除的时候，请来参加民众。以前在议会哦，每次都是你送我礼物。这一次我自己要主动要求一个礼物，2024总统投我一票。是有一个来历，因为之前呢一直有人说蓝绿都是垃圾，那议员心中不是那么愉快，所以他今天特别准备了这把琴，他说他自己要废物利用。那这把琴我会告诉大家是什么材质做成的，废玻璃、塑胶瓶、高流木，反正都是废物做的，就是王浩宇做的。好，那今天非常开心，因为你看议员一坐下去整个不一样，丑陋许多。王老先生啊，我们上个礼拜见面的时候，你头发没有这么少吧？对，王先生现在头发掉的速度比民进党速度还快，真的很苦恼。我原本想说，是不是要邀请吴孟孟来啊，陪王世坚，这样他就不是唯一的下海。那差别是，王世坚跳海比较有人想要看，对。他如果出传记的话，真的可以叫老人与海。你说你是科学家，我是共建队长。我以前都以为嗡嗡嗡是我们认真工作的声音，后来才发现原来是你大声咨询的回信。好了，现在有一段时间我暂时不会再被你看到，不过你其实烧成了白骨，我还是会认识你，但你本来就是绿皮。等到有一天你被民进党开除的时候，请来参加民众。柯文哲先生，你是否愿？
无论疾病健康，无论贫穷富有，都一生一世爱护守护着王世坚先生。前在议会哦，每次都是你送我礼物，这一次我自己要主动要求一个礼物。2024，总统投我一票。